叫我 Ed 就可以了，或者叫我黑仔。平常我就练练枪，刷刷按键，打打日扣。不是很好笑，那没有关系，就那个锻炼的话，其实我们这位方兰女士小俊杰她也是非常的锻炼的。对， Eddie 是我的教练，拍戏的时候他真的是我的教练。假假吃谁说的？我是浪费食物，不可以浪费食物，给我吃掉。你也可以练一练，你有练吗？没关系，有练。对对对，没有事，没练也可以看电影。就那场天台吃那个食物的时候，是一次就吃一，吃了一个过，还是吃了两个？那个，对，四条。对，吃到就没道具了。但蛮好吃，就是有点黏。吃太多了是不是？好，来，好，还有没有朋友问题？